老师，你欢迎收听特别团。今仔真欢喜来甲咱开播地开业。今仔日正是咱民国一百十二年，就是咱的旧历。旧历正是咱五月十六，中时一代一年的好日子。感谢，来今仔日来请伊咱的福地主。今仔日请伊的是苏家祥大将军，就是咱台北市议员。台北市议员，咱诚心敬意要来写一笔，用一咱平安单。平安单正是咱小木屋爷，圣诞先出万事无恙。小木屋爷有指引，刚好你无边有眼睛望你，保庇咱诸位。咱中门也是咱台北市议员，欢迎咱台北市议员陈中门，可以让身体健康，地下无笑亲，大大的万金。在我府中化街，时时电财，年年拢一月月顺利。行东东哦，行西就好，行北吃青面烦恼，祝伊财源滚滚五路开，年年添顺景，月月大发财，天天发财，年年富，可以今年财富大富。乐团十年帮我上下过个团，今日为咱在咱两天的时间。来给咱贵宝地开演，感谢你的捧场嘛，感谢咱亲友赞助小贝小小的光彩，奖金3000块，亲友赞助小贝小光彩，奖金3000块，感谢咱的亲友赞助咱素华光彩的奖金6000块，真感谢，感谢咱的亲友赞助咱小贝小小龙女给咱素华光彩，祝你一日红，我的荣华富贵一世人，祝你2000块3000块。我年年喝茶，喝醋，喝餐桌。今仔日为哪在咱两天的时间，应按咱所应的剧本，拍几部车，咱来做一个有头有尾，做一个好机会，可以倒转去家去好好，会当赚一个大机会。感谢咱观众朋友，欢迎。